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培培。那今天呢，拍摄《决战神魔》，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是代言人呢，而且还跟三个正妹一起拍，我真的心花怒放。那这次呢，我在《决战神魔》代言的角色，他是牧师，那属于精灵。哇，精灵听起来就有非常大的魔力，然后又是飘逸的那种，就是在演的过程中，导演都跟我说。要轻轻，要柔柔，又要甜美，所以呢，大家都要记得一起跟我来玩决战神魔喽！